Hello，我刚才应该会在剪辑的时候，应该会在前面放一段这个日落的视频。今天太阳特别好，今天的夕阳通红通红的夕阳，非常的赞。OK， 先把车发动。今天现在是2020年的9月21号星期一下午6点40左右，6点40。今天是飞模拟器 Redbird， 然后模拟器飞到一半罢工了，没办法。本来今天的课应该是到7点钟的，今天飞模拟器之前先大概复习了一些知识，就是 gyro system。飞机上面我飞的是 steam gauge， 所以上面。General system 有一个是 heading indicator， 然后 attitude indicator， 还有 turn coordinator， 这三个是 general system。 然后跟它相连的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 vacuum。 attitude indicator 和 heading indicator 这两个需要 vacuum 来支持的。正常的 vacuum 在表上读数应该是 4.5 到 5.5， 如果坏掉了一个 vacuum 的话，或者是 vacuum 不正常的数值是 vacuum 的读数低于 3.0 的时候， G1000 是低于 3.5 的时候就会报警。我飞的那飞机应该是有两个 vacuum pump， 如果坏了一个的话，应该还是有足够的那个 vacuum 来维持飞机进行一次 landing， emergency land。 然后 turn coordinator 是用电的，这个飞机通电的时候会听到一个旋转的声音，那种旋转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turn coordinator 里面的那个 gyro system 开始转起来了。然后讲到那个 skid slip indicator，是一般都会在 turn coordinator 下面，就是那个球你就大概记得，就是把那个球看成飞机的尾巴。如果你飞 left turn， 然后球向右转的话，就相当于你在甩尾，就是 skid。 然后如果你是 left turn， 然后球也一样的往左边走的话，那你就是 sleep。 大概好像课前的飞机的系统就讲了这些吧。完了之后就是讲解了一下那个 pattern 练习里面的那一些意义在于什么，实际上就是基本上就是为了给 approach 做准备。所有的 pattern 来 straight and level fly， 然后 time turn， 然后 constant speedclimb and constant speed descent， climb turn， descend turn， descending turn， 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那个 approach， 给 approach 做准备，基本上都是 departure and approach 做准备。然后就是 Cessna 172要记住一个速度，就是90 90 knot， climb 也是用90 knot，然后 pitch for 90， descend 也是 pitch for 90，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用 90 knot。 然后 cruise speed 就是用 VA， 一般 Cessna 172 VA 是100 knot。 simulator 和真的飞机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它在飞机的操控上面实际上不能帮你形成太多的肌肉记忆吧，但是在训练意识和 instrument scan 这个方面，其实帮助还挺大的。因为你在真的飞机上面的时候，你做这些 instrument scan 还有各种东西的时候，你虽然你知道教练是在你身旁，但是你还是会担心这个飞机会偏离太多啊，或者是有什么危险啊什么的，所以你人还是会比较紧张一点。然后有一些东西你就会因为紧张了之后你就会错过一些信息，或者是在 simulator 上面的话，因为是模拟器，所以你不会担心你把飞机开翻过来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不用担心危险的情况下，
你在做 instrument scan 的时候，你脑子非常的清晰，知道，我现在的 attitude indicator 现在是这样一个姿态，然后我有一点，我可能会有一点 climb， 然后你很自然的看旁边的 altimeter， 你确实是有一点 climb， 然后回到 attitude indicator 稍微往下推一点，然后看一下你的 climb rate 是不是回到了零，然后看你的 airspeed 有没有对，反正就是在simulate 上面你会显得更从容一些，然后我觉得我的眼睛看到的信息比在飞机上面多了很多，比第一次在飞机上面就是星期六那节课的时候，我的眼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就像我上一期视频说的一样，就是刚刚开始飞仪表的时候，你的眼睛虽然已经看到了那个仪表，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你的大脑不一定能够分析出信息，所以就相当于眼睛到了，但是信息没到脑子里。然后今天的感觉就是眼睛到了，然后我能把信息也翻译出来，从眼睛看到的东西，脑子能够很迅速的翻译出我读到的是什么信息，然后下一步就是我应该怎么操作。做完动作之后，马上提醒自己的身体，你又应该去看哪个表，然后来确认自己的动作有没有把这个误差修正过来，就是这样一个循环，看、翻译、动作，然后回看确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反正我感觉今天我这个翻译的速度，比第一节课的时候就快了很多，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模拟器，所以人比较放松，所以能够做到，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翻译的速度确实已经比第一次课要快了很多。好了，今天就先说这么多，然后能早点回家也挺好的，回家还可以跟领导一起吃晚饭，今天这个时间的话还不错，各位晚安，回家吃饭。看我的车有多老，没有倒车影像，也没有倒车雷达。但这样的东西对操作的人要求比较高，其实也挺好的，锻炼你的大脑。大脑还是小脑，操控，大脑小脑都有吧。Mine。